随便露。你这太，你滚你的！我小时候就被打量了。那小时候，要不来个小时候呢？吼吼。我小时候太帅了，我操！我小时候我太喜欢我小时候，我小时候好多姐姐找我抱抱，还会亲亲我。哎多大啊，亲亲小时候哪儿？你亲亲抱抱的时候你都能记住啊？我肯定记得啊。坏了，上把的账。对，结个账。这能看得出来伤害吗？因为那会儿我已经其实已经记忆懵懂了，你知道吧？有点懵懂了。来个小时候的照片，有没有？有，你等我一下啊！哇，看不到。我小时候很猥琐。什么叫很猥琐？就是表情什么各种就很猥琐。这把留了，这把等会儿等下把吧，等下把出来我给你们看。我还打野吗？你要来把上单可以，没问题。没事儿没事儿，我再换个打野。换不换都行，也不用非得经常换。腰着，来把啥呢？别说话，弹幕别说话。来把啥呢？来把啥呢？来把这个。战栗之毒，猛短。来把小鱼儿，可以。胜率，看胜率。别留，你可以留着。你上把留吧，上把留吧，上把留吧。这把重新开吧，这把我肯定不会忘记了。上把我确实忘了。这把得你们来 C 了啊！我这英雄四十分钟的英雄，能打到四十分钟，啊、我只能说包赢。我们尽量拖到四十分钟。OK。算了，还点烟吗？那我会个嘚儿啊！咱俩苟住吧，仔仔。苟住可以。没办法，同意。苟住。OK。扒几口饭。那我会个嘚儿啊！我啊，跟大魔换，大魔会玩吗？会玩啥？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就去啤酒人可以，啤酒人。你会的，你可以的。一种肉弹冲击，谢谢哀伤2015的钻石粉丝儿，谢谢。他们说德莱文脸都笑抽了。能抽吗？我们后期阵容反正是完了，这把白金的了。白金又如何，猴哥？啊，不怕，王上说不怕，那就可干。不怕是真长呀，好难受哟。我们好像定位上去了，那把打的人可能会厉害一点。谢谢哀伤2015。受不了了，头发太长了。谢谢跳猪先生王多鱼的钻粉飞尖儿，谢谢。看看他小时候，来直接给他直播间打量，来你发出来，来发，你发出来，你发。我小猴儿我不敢伤害你的，我还不敢吗？来发出来，快。发码吗？这个露屁股了，我不想发。那就别发了。那就算了。哇，哥们，小时候我就记得我小时候那些小姐姐们好喜欢我。不
什么每条裤子都是开裆裤啊？对不对？小时候，哎，算了，不发了。然后我又是个小黄毛，老以为我是，按错了，按错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战栗之毒，真的，小时候是真幸福啊！那小姐姐一个二个的，沉迷我，沉迷你。嗯，我小时候买冰棍儿，小卖部都不要钱。这个10年前应该是很帅，看看的照片应该是能看出来啊，底子应该不错。哦、没骗自己，我都清楚的记得，其实我有记忆了，你知道吧？但人家不知道，人家亲我的时候，我都没抗拒。其实很不能理解为什么红红没有走颜值路线。因为技术。因为不限技术，嗯嗯，走颜值路线不行的，我跟你说，猴哥，怎么呢？走颜值路线，这不就有很多大姐姐、小妹妹。关个哥，就是如果他从他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就开始走颜值路线，然后他就会全是女粉丝，然后就我就喜欢女粉丝，现在直播间他妈没一个女粉丝。我直播间有的猴哥，猴哥，有的吗？红猪女粉多，嗯，是的，嗯，哎呦，吓得我，我撇，呀，啊，有鸭子在叫，啊，不是有点。狗锤石，什么意思啊？蓝莲花的小迷妹儿啊？其实不是没有女粉丝，有，但是少。是谁的 first blood？ 是他的。哦，好。我装的是第一局，伤害不够。干啥来着？哎，小心瞎子，有点猛，对面有点猛。是啊，这把对面有点厉害。哎呀，不下雨，压着过来了啊，踢歪了，但是。他刷野这么快吗？他速三的，他不像你去清四毒野。谢谢。他现在抓你，我能反他了。0104的钻石粉丝，这么帅，谢谢。这人不走位，哎，我就不走。我撇。这是主 W 主什么？啤酒人吗？你是 AP 的吗？我出那把刀的，快了，他把这个吃了，怎么办？出那把刀的，收割者吧，那把斧的吧。对。那啥呀？这主 Q 啊。还没蓝啊，狗东西！没事，可以。大哥，你当心啊！可以回，可以。死不了。我这玩的少。可以主 Q。剑多，但我玩少。我先回家了，人家学一点少。哟，下路还打吗？可以打。盲子在我这儿。没治疗，打不打了？辅助伤害。你这样也打不过我。哎，辅助过去了。打野，打野。王少，看我这儿。给你的。来了来了。他来。差点。把我闪打了。两个。这里面还有我。盲僧没血，他盲僧，他护着他去吃那个野怪了，我操！那咱就俩人，蒙多发力就是慢。谢谢中年人要戒烟。让我想起来了，因为我是蒙多。
辅助过来弄我了。嗯，哎呦哇、啊！去吧，他不死了吗？哎，可以啊，再来一下，我牛啊！随意，哎哎，牛啊！这边这边，他去不了了，还有一个来了，那我不去了，可以去吗？去，那我也不去了，他走了，回上路了。我操，被这盲僧弄烦了，这辅助一直追着我，操，酒喝了，喝的不得劲儿，感觉出钻戒吧。吃点稳点小经验，他把我野还给反了，我下路还没法去，我当时那波想去下路冲，中路试一下跳空线的，他锤石死了两波。哎，然后我开始跟那个盲僧，跟那个他打，技能控太多了，不然那个盲僧感觉开始就打不过我。一的长得一的长什么了？一歪跟真的一样。哇，这个位置感觉有点危险吧？王爽，你会不会死？有说法，有说法吗？但是那边没视野，我不知道打野的。跟真的一样。来盲僧了，我们可以走一波，不急，可以杀，马上。哎，完了，操 ，A 不到，没视野。我操！哎，我操！啥意思啊？空的 艾文 啊，杀掉！这盲僧有道啊，他也敢跟我打的呀！我靠！艾文有风刀。回去要跟他小心这个腰着六了啊，剩六了，小心剩六了啊，可能会有盾啊。你锤，这锤是不会觉得自己很帅吧？他这里有可以演，应该是这么觉得。擦个眼去，飞行美工叔叔真的巨难受。回家吧。谢谢初一片的钻石粉丝。我出鞋了，真的。帮我推线，呆呆。啊。对，大家今天可以开个钻石粉丝，然后今天正好有那个钻粉的那个活动，钻粉活动可以领东西，领很多东西。没事儿。他的点燃是什么意思？红红，我给你看看你的红啊！来来来，能打能打。嗯，哎，我闪现了，我刚没 Q， 我操，这没死啊？就杀他就行，他那个上单 TP 下来，撞死了，撞死了 ，nice nice 啊！大某小心左边瞎子，我操，这没死啊！我操，我 OK， 瞎子来了，来来来，瞎子在中，我刚刚没 Q， 没管他能弄死啊， okay、我破了，你知道我那下我多帅吗？不让我补兵，看到了，很帅。上路下去了是吧？对，会了，这王少二十个兵，这把要压惨了。这把 A 不到兵，没办法，这尼克压制力就这样。这英雄压制力确实强。三国输的，没事，后期咱等后期，咱等后期不急。坏了。好痛啊！龙被拿了，有有，使劲学就学废了。当心啊！当心啊！这盲僧在啊？嗯，我没蓝了。这塔估计不能要了，走了。你没蓝，快都被他吃完了。这瞎子有点东西啊！
四保一。我去，我闪反了。他来玩大狗呢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我操，先锋也没了，我这个控的太差了吧，感觉。先锋把他打了打了。对啊。可能去中了，王上。什么都在他那。去中了。OK OK。从这里走的，小心锤子从这里勾你。勾也一波。OK， 溜了，我溜了。我得回。我在想我要怎么玩才能有我的节奏。现在我们不用非得有节奏，我们主要是就是往后边打，我们只要不死就等于节奏，明白不？对，谢谢未秒一清的超大玩星。哎我操，这把终极德莱文可能会有点猛，不一定能扛得住。他们两个好好笑，我有大招啊。我把上路御塔先拿了，你大招得等他们。哇，他你大招得等他们。谢谢温子熙。他还有进化啊。大陆帮守一下塔就行，别让他们推太快就行。啊，我去了。我就怕这里有眼。没事，有眼也没事，不干着他，不干着他。溜了。主要就是打野，慢慢发育。别急，嗯，娘的，他们现在不让我发育，把我外面下半的东西全吃了。嗯，再吃一波。哇，没公主鞋太难凑。哇哇，nice！ 加油加油，王少，躲就完事了。我操，好牛逼！躲完了，躲完了，躲完了！我操，好帅呀、啊！这一下，好帅、啊！一躲四，这个塔能帮我守吗？这个塔人有点多。我被勾了，完了，我操，一斧没了，操，太不要脸了啊、哦！好干，我这逼玩意砍我也痛啊，两刀，太不要脸了、哦，我掉了一半，有点不要脸了啊、哦！追那个那边，去不了，有点不要脸了啊、哦！快救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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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救救！我操，这人真多呀！快救救！快救救！没影！哎哎呦！我的天哪！没球的，呦呦呦呦呦呦，还是没勾准。谢谢没球，上场飞机波波漂亮。坐在家里红还在不在？怎么办？我现在怎么才能把这德莱文弄了？先来个在的吧。那中塔得守一守。真吓人呐！你一到我直接接大招，飞秒。那叫攻速鞋，初三。坏了，完了完了，刚刚没炸。你早说，我等我带啊、哦！我现在把他们塔都给他都带了，都给他带掉。吗？啊，刚那个是真的，我以为是假的呢。下路塔我来带。两个饭桶，饭桶。我就说我。攻速鞋有用吗？这把得牵制。把他打牵制，他那打团中期会很厉害，不好打。怎么说，大谋？我一闪直接 R 不是进，对啊，直接死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可以杀我当诱饵，我当诱饵直接杀 ，nice。这小龙要拿，小龙要拿，小龙拿，我在下。小龙拿，他不知道我，他把我把他包了，把他包了，把他包了。我踩了灯笼，翻了翻了翻了。来来来，把龙拿了，把龙拿了，把龙拿了，龙拿龙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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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了。奶一口，这里有个锤子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
OK， 没蓝了，回家。我去把先锋拿了。嗯。锤子要杀我吗？这是。嗯，有想法。想法很多。他想太多了。这么大的想法。你让我出这个。女神令吗？决定。完了。对呀、啊，女神泪我第一波没出，来不及了，算了，我出辅助装了。嗯，可以追的，可以追的。后面，后面有个锤石啊！对，两个，两个。后面两个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走，往回走，往回走，我们家人不齐。OK， 我们走，我们走，我们走上面。他们在打这个，他们在打这个。他们在追我们，想追，想追。没事，来这儿，来这儿，来这儿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OK。再赶，再赶。怎么说？怎么说 ？Poke， 还是先打德莱文吧。不急，哎，就是一手。可以。我九十秒闪现，我九十秒闪现。别的不说，就是一手不急。重杀。德莱文飞了，德莱文飞了。德莱文飞了，吃维本斧，撑！德莱文拿下，兄弟们！能翻！哇，牛逼！我牛啊，这都能打赢！牛的，无敌！嗯，赢了！来拆个上路二炮，拿完先锋，你们可以推中路。你中路直接去带线，中路直接去带线。回家。谁说咱们阵容选出来就是挨打？谁说的？回蓝。你也不看看谁玩儿，傻笑，就是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有病是吧？哦耶！哦耶！喝多了他，想发言，大毛。什么吃吧？我在挑色子。啊、哦，你吃吧。OK。火没了。拿。我把这个河蟹给他拿了，我刚好回家。嗯、有。嗯，去抓你了，猴哥。啊，没事。都来了，都来了。这想抓我，你是做梦啊？这是。嗯，来，我们去做视野吧。嗯，这波如果人齐可以打啊，先假装不知道啊，假装不知道啊，我马上到，我马上到，不知道，我马上到，我马上到，来来了，可以打，可以打了，可以打了，可以打了，来，哎呀，完了，够了，啊，先打德莱文，德莱文，给他上点燃了。好大 ，nice， 牛逼！我给自己眼镜去。你入戏了有点啊，还是可以打，还是可以打。如果他们想打，我入戏了。哎，不、哦，他们不上了。他不上，我们就回去搜他。回搜一千多。四十分钟，懂我意思吗，兄弟们？四十分钟之后，我们都有。我有四十分钟了，这把二十分钟。啊，不行，25。加油，大毛！我确认拿个红 buff 啊！ Okay, 要来看我的对面。猴哥舅舅来了！猴哥舅舅，能意识到我在骗？猴哥真得救他，不然他要嗝。来了，我来了。Nice， 你来，你有本事过来。不是，别打了，我要救你一波。啊、OK， 别打了，好，回去上路推塔。OK。怎么跑这么快啊？这个锤石、啊。完了，他们来了，猴哥，他们还是来了。锤石跑那么快。因为锤石是逆扣啊，啊，还是来了，往这儿走。OK， 再走。哎呦，他闪了！别杀锤石。OK， 那是要杀加的，中。
nice nice nice。哎呀，他下来其实可以啊！得来文，得来文，得来文！看不到，好炸好炸好炸！真一滴！哇 ，nice nice nice！ 一个一个 ，nice 猴哥乱杀他！我去！打飞 nice！ 杀！我要是有金身就好了，我盯一下刚才那把就无敌了，我操那一下！赶紧拿个二杀！出来以后你们小龙啊，我上去把上路高地踩。差点五杀 ，OK， 差点，差点，就差两个。630块，拉扯一下我，他那边有视野，我没他视野，我没眼，我想插个眼一过去，我怕一过。诱饵弹，你在不用解释，哄哄。你九杠三，你解释啥呀？就打，来吧，打龙吧。九杠三解释啥呀？少一少，少一少。嗯，少一少，没有。来，直接打，他们家少人。直接打， okay. 直接打。嗯，直接打。你有点太狂了吧？哇，我有点太狂了， yeah. 打了我一千多的暴击，我操！哈哈，哎，看一下大龙可能有啊、哦，我接。什么意思、啊？你在干什么？你想抢谁的龙？他要抢你的龙。哟。那我还是两年前的外卖到了。Nice、嗯。大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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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没打野的。OK。嗯。哇，德莱文三件半啊！我说怎么一下能打我一千多？嗯。对他有点有点肥。刚把我给演进去，他吃了个悬赏。给他来一手小反甲。我没大、啊。完盾子。我也没大。能打完吧？打完我来了。哦、他们没发现我们。我已经没蓝了。对。没发现我们在打龙。Nice。这他喵的节奏直接起飞。刚好起飞，换一个禁言感，走吧，吃个大鸟。可以。不知道出什么，这个灯。哇，好好玩啊！这个，这大胖小子，哎，那么可爱。拿个外卖啊！嗯 ，OK OK O 的 K。就是德莱文伤害最高，只要把他开了就有了，完了再打那个 A 中单、okay. 嗯，我大招就留给德莱文，肌肉全是黑的，哎呦好缺钱呐、啊，吐了，小心、好带人来的你知道吗，小度小度在呢，在呢，在哪儿，在这儿，你看我，就这儿，哦，要来看我，哎，溜了，往上下的大都甩了吧，直接甩个大，大个大，阻止追击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什么意思，他们要来了，再来再来，弄我王少，给你看看小度长什么样、嗯、完了给我暂离警告了，那待会儿可以举报一声，你们可以中我带下、啊、但是尽量别打起来、哦、打起来就是五个人啊，小心 OK OK、哎、哦，我往那边靠了，我往那边靠了、哦、他怎么自个闪了，他自个闪了、哦、他们人应该、啊、没事了，来来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我等夹 OK OK， 跟你走跟你走，勾了我一下，这怎么又有外卖呀、啊？臭，快打，我们受不了了！啊！我溜了，我溜了，我在秀他。哎，我有金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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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没打到，坏了！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怎么你还点俩？说是，快溜！点错了，把我那分也点过去了。OK OK。来了，溜了溜了溜了，能打了能打了，不打了兄弟们，我不打了，不打撤呀，不打就撤，
我也回，我也回了。那我也回了。杨刀出来，你们都走了，那我在这干哈？我也溜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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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溜了。这里红 buff 好了，没人看见去。我要盯着那个格莱文才行，就不能让他太舒服。再吃个大鸟。啊，一个饭一个水果。搞点眼睛。我媳妇说没吃水果，今天给我买点水果。哎呦我操！哎，小龙快好。小龙快好，小龙快好。真羡慕、啊。OK OK。真羡慕啊！哎，真羡慕。不用不用羡慕，不用羡慕。真羡慕呀！我给你们点。谢大哥。你看不到还有几秒钟。我操！哎，我23秒啊！哎，坏了，大哥下路一个人，我们在这罚站。完了，我死。大哥被幸福冲昏头脑。哦吼！这龙还要多久啊？我没时间呢，我看不见。还有15秒，15秒。还有15秒，13。来了，他们要来了，要走吧？要走了吧？他那个中单放大了，炸走，把他杀了，把他杀了，把他杀了，把前面这个杀了。把他杀了，把他杀了 ，nice nice nice， 这不可以打，能打能打能打了，9秒，别着急打，我插个眼 ，OK 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，4秒惩戒，2秒，1秒，我惩了，这锤石好垃圾，我服了，我操，肉弹冲击，满血的，大龙还有多久啊？我看不见，74，70秒。我感觉我个闪现可以把那德莱文给他秒了。嗯，打赢了吗？哇，牛啊！不知道他有没有闪雷。牛的牛的，那必须赢了。感觉是对的。在线压吧，刚才怎么死那么快呀、啊？推不进去，死的也有点快。出个蓝盾。OK， 买个装备。喂，你好。是的，对面辅助好装啊。嗯。他不是那种打得很好的，但他就很喜欢公寓楼。这五个人里单身的居然是两个女人，咋啦？咋了？哎哎哎，水手兵，我快走啊！不是不是，你问一下。单身咋了？真是。哇，谢谢我菊哥的打火箭，给个波波。小心，我单身，我自由。你们可以大龙，就是、我上高地了啊！大龙他们可能要打， okay. 可能要直接开了。不行，放也行，我不敢去可以放。哦，我不敢去。他们应该是直接打了。我上高地。不会吧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别让他们打了。哎哎哎，刚好。快了，好快。OK OK OK， 再打再打，大哥再拖，我也来了，我也来了，我在拆呢，快我打了，要打完了，来，我给他们扔个大 ，nice nice， 啊，怎么那么帅呀、啊？怎么说？救一下不？顶住，拖住他不让他们回，对，拖住他们不让他们回，我已经拆基地了，别让他们回 ，OK OK OK， 再拖。就拆哇！你用你那个大脑袋，忙死了！铁头锤，铁锤在拖，我在用命拖，我在用命拖，继续，好拖，好好再拖，再拖，再拖，牛逼！打他！他们回不来，哥来了，哥来了！拿下！哦，赢了！我操，家里加了个肌肉男，这是。谢谢张大根的钻石粉丝，这拦不住我。铁头锤，嗯，快乐。真不捞吧，对面铂金啊，我玩个肉弹冲击。对面铂金，不捞。嗯，没得问，我都不捞。不来问急死了。是的，真的强对面。20613，我们开够。